缸，我觉得它最大的难点是，这么大水体用了矮珍珠，1.5米的水深，然后7米长的宽度，矮珍珠养这么多年，而且一直很厚，状态也不错。在国内做大尺寸的水井，没有人用前景槽，7米长，1.5米宽，然后有好几千条宝莲灯。这也是天野先生做的，我特别喜欢这个缸水缸，因为每次来它状态都特别好。我们看那叶片，油亮油亮的。